由汽车业景气复苏，宜利电还有茂联第一季的营收双双突破了去年水准。那法人受到了日系车厂订单的激励，他们是认为呢，宜利电第二季的营运动能还会持续走强。那么茂联则是受到了 Tesla 正式进军中国大陆，出货渴望再创新高，营收获利有机会向上成长。